爱琪，快一点，我们来不及了。好的，妈妈，我马上上车。妈妈，我坐好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不许走，不许走。哦，乔治，妈妈送姐姐去画画，你在家跟爸爸待的好不好？乖。可是我也想去啊，我也想看看姐姐画画。好吧，那你也坐上来吧。乔治坐好哦。好，那我开车喽，滴滴。爱琪到了，你先下车吧。好，妈妈，你先进去画画，妈妈把弟弟送回去，喂他吃完饭再来接你好不好？好的，妈妈，你放心吧。你每天都太辛苦了，我会自己照顾自己。佩奇真乖，那妈妈走喽，滴滴。佩奇坐到自己的位置上，我们今天要开始画画喽。好，李阳夫人。乔治乖乖吃饭，吃完饭睡一觉，妈妈去接姐姐好不好？好，姐姐听话，乔治也要听话。哦，我们乔治也长大了。妈妈，我想告诉你一个悄悄话。什么悄悄话啊？妈妈听。乔治好喜欢，好喜欢妈妈。乔治爱妈妈。哦，宝贝儿，妈妈也爱你呀。闭上眼睛睡觉吧，妈妈拍拍叫叫。小宝贝快快睡，梦中会有我来陪。乔治睡着了。